好了，双方上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。其实刚才那一波在左路，惠佳康加这个，好了，看这头，这守门员呢，感觉像是要出来，结果呢又收住，球传的是正好，嗯，又是于汉超的送直线球，角球开起来，前点，哎呦，杜佳，非常精彩的扑救。杜佳非常精彩的扑救，是格拉特背身拿球，突然右脚一扣，马上转身，紧接着跟上左脚斜射，球打偏了。看这一侧，又是一个过顶球，好的，保定桥，漂亮，几乎上半时就没有前插过，但这唯一的一次前插就成功了，而且球处理的冷静，关键张林鹏这球传得好，后场看着这个角度平扫平快，最快的时间准确的打到他的这个位置上，是很柔和的过来，你看这球不越位，把斯蒂恩斯压在最后，角球开起来，哎，漂亮，又进一个，还是保定票，真管用。嗯，这球罚的落点也好，保定票这球呢顶的也棒，所以天津的球迷也直摇头，这个人实力，世界杯巴西队所有的比赛都是首发。上半场呢有三分钟的伤停补时，丁泰达角球开起来，哎呦，这球！曾诚的出击没有摸到球，还是要等待边路同伴跟进啊。胡佳康漂亮，哎呀！前边这两下，从变向、节奏的变化，甚至说眼神的变化都很成功。带的太多，反而被对方把这个球给抢掉了。漂亮加速，阿奇姆彭的速度到禁区里面，哎，阿奇姆彭快速起身，魏佳康往中路走，好的，塞进来，但是阿奇姆彭越位，越位，这怎么是越位、差太多了吧，再等傅明向这个天津泰达队球员示意不着急啊，我在听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意见。慢镜头显示的是很明显，估计呢他们在商量这球怎么判啊，可是你哨先响了，旗先举了，会有这个恒大这边去抗议呢，曾诚可以说我听你哨响了，所以说我没错，对，因为去原判。塔里斯卡一脚传递，非常花哨，保利尼奥回敲给高拉特，在圈顶起脚低射，高拉特和保利尼奥做踢墙配合，再到禁区里面再横传，打得非常细，最后呢是形成了高拉特推射空门，3-0。